这条新买的裙子真好看啊。二你最喜欢吃火鸡吗？good three 小狗不见了弟弟十分伤心 good 爸爸买给我的模型车在哪里呢？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回家爸绝你看过这本图书吗绝我们还是走吧不要再再等他了。你喜欢吃苹果吗？绝这里的景色真美丽啊！他穿了漂亮的裙子愉快地上街去